缓缓开上舞台，轮圈的蓝绿色光芒瞬间成为全场焦点。And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announc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between Mercedes-Benz and the Avatar films. 以经典电影《阿凡达》为设计概念，宾士 AVTR 不但有纳美人的蓝色外观，更承继电影中的环保和生态理念。AVTR 的球形车轮降低对土壤的破坏力。采用石墨烯为基础的有机电池，内装也全由回收塑胶和人造皮革打造。更特别的是，车内没有方向盘，透过驾驶心跳呼吸来辨识，还有中控台来操控，就像是一辆拥有生命的车。BMW 则将重点聚焦在汽车的内部。You can interact with this car by gaze, by gestures, by speech, and it'll understand you in the actual context.BMW 车内宛如家庭剧院，座位前方的大萤幕除了可提供方向讯息，更有强大的娱乐影音功能。另一家德国大厂奥迪则和三星联手打造 3D 混合实境抬头显示器，可透过投影让道路景观一览无遗。中国上汽也和 Intel 的 Mobileye 以及南韩大邱广域市合作，打造在地化自驾计程车服务。百家争鸣的 CES， 新车不只比炫比美，还要看车够不够聪明。三立新闻刘颖报道。